要拍，结果印度爬不起来，所以就都没有拍。今天终于拍了，今天是礼拜五，但我还是希望今天要上，因为有肩膀要做。看到妹妹还在睡觉，就先起床。今天买好了化个妆，但还是不要了，买了卸妆。都是 MediQ 的，像这个就是修复刷，它可以改善你的色差，然后还有一些黑斑啊、痘啊之类的东西。然后呢，这款是他们今年才刚新出的卡姆卡姆精华液，我跟妹妹一个人都买一罐，真的超喜欢的。这一罐真的很棒，它是一点点就可以让你的皮肤看起来很水嫩，对，但是它价格也不太亲密，所以呢可能去代购玩会比较划算。接下来就要整理头发，说我的同事，我今天认真的把它剪成一支影片。我看能不能出我的 vlog。为什么今天不是礼拜六？来看一下你的识别证。OK， 下 JPG。他的专长是讲干话，就我公司会有，就是休息时间十分钟，因为有些人会想要去抽烟，但我没办法理解，就是这十分钟的意义到底在哪里？然后下班的时候就是晚十分钟，但你还会放轻音乐，他是舞迷，滚阿伯的迷。难折的啤酒礼盒，哎，我没有拿那个吗？你有拿开瓶器吗？还是算了，我不拿那个去。哎，这个是 A， 这是 A。哎，我们要去弄啤酒那一组。走，那你的你要带着你的碗吗？哈哈哈哈哈。我们三个，还有就是。我们现在去推推车，来，我们就是秉持着能坐电梯就不要走楼梯。环顾一圈，什么都没有，姐姐。哦，推车。
餐，我不是很喜欢吃早餐，所以就把它留着，然后中午再吃。而且我们的休息时间就是吃饭加下午茶时间，我重新看你在吃他的烫鱼。对，今天吃的是全家便利商店的，对吧？这个龙眉手，龙眉手，哎，对对对，海苔肉沙拉面包，哎吃哎吃，是我第一次吃，其实味道还不错，不过它的，但是它的那个肉松有点湿，有点湿，这是一个比较湿菜。就是因为肉松在印象中应该要脏脏的，但它没有脏脏的。很好吃，就是要湿湿，因为它狗的没奶吃啊。但它太湿了。少年少年档加少年胖。少年档加少年胖，这像是鬼。你没有听过顽童的少年档吗？我知道少年档。它是少年档，意思是你是少年档，你加少年胖。Amen。现在是下午茶时间，笨笨姐姐觅食。我们跟大家说再见。你今天要去健身房吗？对，它比重过高，是低，哦，是低，是喝太多水了。然后不，我的 vlog 里面全部都是你，我的 vlog 里面全部都是你，就这样，再会。Come on, come on, turn the radio.